没有，我没有，因为基本上就像我讲的，这次的活动其实是只是对我自己，对我们教室，对他，就属于我们用舞蹈的方式来道别，所以我们并没有邀请舞蹈界之外的。哎，我们就不认识啊。对啊，因为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交朋友的人。对，我现在很多媒体上都看得出来，他其实是很宅，不能说他不交朋友，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彼此，我们都见过面，讲过话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朋友会常联络、常联系。那我知道他也很难受，我能够了解他。像我妈妈一样，一个是刘真的妈妈，刘妈妈。期待我们两位能够开始他的非常戏的一个新生活。我妈妈跟周老师前后一个月、两个月的时间离开了。那对我来讲，就是我的父母亲不在，对我的老师跟师母。就像是父母亲一样，同时还有一个是刘真的爸爸妈妈，他们两个也都对我非常非常好，所以就像是自己的父母一样。我是想请问一下，最近会有邀青龙大哥来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因为基本上就像我讲的，这次的活动其实是只是对我自己，对我们教室，对他，就属于我们用舞蹈的方式来道别，所以我们并没有邀请舞蹈界之外的。哎，我们就不认识啊。对啊，因为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交朋友的人。对，我现在很多媒体上都看得出来，他其实是很宅，不能说他不交朋友，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彼此。然后呢，那他也来我其实我们都见过面讲过话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朋友会常联络、常联系。对。那我知道他也很难受，我能够了解他，对，只是说，还有刘真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他的小孩，我觉得，你很难受，可是你要让他们都被疗愈、被照顾，现在虽然联络不到他，可是我希望他能够让这些都能够回归正常，对。